人那么多，我本来想说今天来大概就是跟大家打个麻将，然后建立一下交易，因为大概不超过三个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太多。然后想说，在麻将桌上建立起来。好，对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在连假的时候还特别到现场来，然后看看我这样子。好，没事。老师突然很兴奋，可能看到了熟悉的面孔，这样。对，看到熟悉的面孔。那我们以往呢，在过去我们都是透过耽美的戏剧，在荧光幕前跟大家精神上的交流。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在现场跟大家互动。那希望大家看到真人的时候没有那么失望。当然不会，老师美若天仙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老师好漂亮，你看大家一直在呐喊。那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楼上的朋友这样子打个招呼。楼上朋友大家好。对对，因为人来有点多哈。谢谢你们。对，超过了我们本来的腹地了，到楼上了哈。所以请老师打个招呼。谢谢。那餐厅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有人提早到，那谢谢你们哦，因为今天气温又那么热。对。谢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那我们先请老师呢跟我们的300公分的大碳板先合个照，来做个纪念。好，请老师先把麦克风暂时交给我。好，请工作人员来帮老师留下一下纪念哦。你的宝宝，对，是宝宝，是孩子们。好，我们拍照时间，好，到一个段落，我们先请老师来戴上口罩。在后面就是因为我们后来也发现说，那个因为天浩拍摄的一个时程比较久，所以后面就是有一些工作时程的安排上，以至于把剧本跟戏剧的方式呈现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很可惜，它毕竟是一个故事，而且是另外一个我想要结合学生黑道跟美食的故事。那而且当初就是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有退出嘛，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很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说，不是料理吗？那怎么会变甜点，对不对？我有点头，我看到你们有 follow 了。好，那其实我们最初的故事是甜点，但后来因为你知道我们戏剧是需要有植物，我想说要找一个美食来植入，因为甜点的话已经有才上演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形态。那我想，好啊，那我们就改成料理。所以现在的小说版的这个故事的甜点才是最初那个时候的，对不对？跟大家解惑一下。那也因为那个工作时程的关系的安排嘛，那我想说，这故事放的不可能啊，孩子不能不写，然后他就要不会长大。所以想说，好吧，那我来呼吁一个孩子好了。而且想想自己也，其实当初我会成为编剧，是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可以回到小说界。这个部分，我相信书里面也有稍微提到一些。我想，也许这是一个神降下来的指令。好，对于是，我就尝试着写，就是回归小说界，然后将它化成一个小说形式的创作。那也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谢谢老师。那你刚，那那我手上就没电，可惜。老师，我这一只好像又复活了。喂，试音 test 1、2、3 ，OK， 好。那我觉得小说家跟编剧、剧作家的差别是啊，因为以我们耽美剧的世界来说，小说家可以尽情的开车，在秋名山飙车，大家都点头哦。我有 get 到。但是戏剧的部分，因为尺度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会稍微保留，让大家在脑海里面自己脑补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个差别呢，就是预算嘛。小说里面我可以无限的开外挂，可以多豪华就多豪华，但戏剧里面我们必须发到预算的状态，然后我们要去收敛那一些设备，所以说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。但其实在创作的，应该是说快乐上，创作的一个娱乐上，它愉悦度上我觉得是一样的，对，只是说限制的问题。但是不妨说嘛，创意是来自于限制，越多的限制，你越能激发创意。所以我觉得两边都让我很开心。只是小说上呢，能够开车的这件事情，也让我觉得好像回到了当年在写耽美小说的那个光景一样。原来如此，谢谢老师的。然后我们是透过那个 LINE 的，这样有字幕问题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没问题，尽量。切换成编剧模式的时候，就想要字幕这件事。来。我跟瑞其实都没有见过，我们是透过 LINE 这边互相丢，就是丢给资料，丢给经纪人，然后经纪人再转给瑞这样。那我那时候就把原本的小说初稿的部分丢给瑞，然后还有包括剧本部分丢给瑞。那我心里想说，天哪，
我的第一个读者竟然是一位创作型歌手，男性，然后然后我还会提醒他说，哎，那个开车的部分你可以比较没关系，我怕他害羞嘛，然后又怕不小心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写词，就是作词作曲的部分。那后来就是整个歌曲完成的时候，就把歌词丢给我。那我丢给我以后，我看，天哪！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，我们没有交谈过，可是透过剧本跟小说，他其实非常精准的去抓住了小说里面的情绪跟很重的那部分。然后我一看到那歌词，我就啊，那没有，就是要怎么讲呢？很有那种知音的感觉。虽然我们年纪差很多，但 OK， 那是在玩。对，然后我后来其实有跟他再交流了一下关于歌词的内容，然后之后就是整个歌曲完成。所以非常的意外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创作的一个人。在我们的奇迹的前导片里面，饰演白忠义的曾相正，以及饰演范瑞哲的黄晨邦来到台前。他们今天为了给老师一个惊喜，特别来到现场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请两位来向老师打个招呼，然后也跟各位台下的观众打个招呼。老师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相正，然后饰演白忠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晨邦，然后我在《奇迹》里面饰演范哲瑞。对，然后今天很开心能有这个机会能到现场跟大家见面。对，然后谢谢大家来支持配音，来支持《奇迹》。是的，我也是。你准备了都讲完了吗？怎么好像只有两句打招呼？真的谢谢大家支持我，然后也真的很谢谢佩云老师写这么好的一个剧本，然后真的很谢谢你，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谢谢两位我们人员来给我们佩玉老师加油。那也请佩玉老师呢，看到两位有没有觉得很惊喜、很开心？是不是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呢？开心到说不出话来，你知道吗？二D 的世界我还可以忍受，这样三D 的世界都心脏会受不了。突然害羞了起来。看到我两个儿子亲临现场，没有，在我们那个耽美的圈子里面，这个应该是说创作者会变成是青年，所以我才会说儿子，所以不要误会。我才18岁而已，没有没有，老师在为大美事情，他们都是我的宝宝。对，对啊，并且这些都是照顾我们的叔伯姨婶，是吧？是这样吧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对对对。那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们来看我的教室，对，谢谢你们这次的演出，因为这次很感谢，就是他其实我们奇迹的筹备其实时间是很短，但是两位演员，就是两位年轻的演员。都很快的去抓到那些情绪，然后去表演，去表意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，也是一个奇迹。所以真的书名要取对，学奇迹之后，沿途就会发生很多让你非常兴奋的一件奇迹。对，希望这奇迹可以带给大家，可以传到我们，幸运就自然来了。有站好吗？好，那请老师站在两位演员中间，老师没关系，你只有今天有这个福利了，只有今天。那个不好意思，两位演员口罩戴着，然后我们就傻逼死老师口罩不用戴着，对，我们就是防疫安全，就是一个人戴，两个人就对对。不行，因为他们超过1.5公尺，那个除非他们站这么远，这样不行哈，我们戴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自己回答，那就来，现在把时间留给大家尽情的拍照。好，谢谢两位呢。等一下呢，两位演员又作为 VIP 签名会的伙伴呢，他们等一下会先来签名，大家可以叫他们插队一下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呢，等一下呢就要来开始我签名会，然后我们最后呢，就让两位演员最后讲几句话跟大家道别。等一下呢，他们就要赶往其他行程了，最后打个招呼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你就讲几句话，因为等一下你签完名都要赶其他通告，那我们还是跟大家道个别这样子，提前告别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来到这边，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小说，然后也真的很希望它以后有机会变成正剧，然后我跟棒棒也真的很期待，跟棒棒。OK， 真的很期待，真的很期待。好，真的，这是我。的第一个活动，然后我也很兴奋，也很开心，大家都能来到现场支持奇迹，还有支持佩瑜。对，然后刚刚佩瑜讲的就是，其实佩瑜很认真，因为在拍摄现场，他
都是最早到然后最晚离开的，他都有盯在我们身边，所以我这个真的我真的要谢谢他能出奇迹这个小说，然后也能陪在我们身边这样。对，然后谢谢佩宇。好，那个感动，是当然没问题吗？是，就是我们可以让象征跟我们的邦邦啊，可以脱下口罩一起拍，然后让大家拍照片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跟大家聊聊天，先打个招呼。那刚刚有聊过了，那我们现在。
属于两位的时间。好，大家第一次见面再来一次，怎么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晨芳，然后在 CG 里面饰演的是范成瑞这个角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向正，然后在里面饰演白松义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些不能讲啊，
对菜。对菜有点有一点尴尬，后面有点紧张啊，我们要不要辛苦他们？后面有点紧张，害羞。不会。那我们先从最喜欢的一座站开始。错的。他最喜欢的站。喜欢站后面的站。好，我们从左边，从左边开始。从左边开始，来，左边，五、四、三。好不好？大家一定要做到哦。好。